首先，我必须要郑重地指出，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在这里，我要重申，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主要是一国两制过去长期以来被台湾的那些人给抹黑了、给妖魔化了。过去如果说寄希望他有回心转意或者是有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的话，那么现在实际上他现在完全没有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从头到尾都是讲到和平统一的问题，可以说是已经表示了，而且做出了承诺，就是仁至义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另外呢，我觉得我们还要给这个压力，军事上的压力一定要不断的增加。毕竟台湾问题不是国际问题，对吧？我们要出手要解决的话，应该说这是一个内政。所以国民党一定要走一条跟民进党完全不一样的路，而且证明说我这条路才是对的。我同意这个。但接下来该怎么走呢？你在到现在为止强调两次这个军事斗争，对吧？但是不用就没有作用。对，那什么时候用呢？其实我们看到，在使用军事力量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方面呢，2012年我们这个做的可圈可点。比方在南海争夺的问题，当然那是一个国际的问题。那么我们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有人讲这个南海出现这样一个格局的话。是外交的胜利。其实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个，也是我们军事斗争准备的一个胜利。比方说这个2016年菲律宾克拉斯拉基诺30搞那个仲裁，我们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告诉有些国家你不要这个域外国家插手、域内国家捣乱，我有这种强大的军事能力，我有这种能力来维护我自身的利益。所以我看到这个当年那个巴拉望省的省长就这个公开的讲，我们不要跟中国斗了，中国这回真的要那个动真格的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下显示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必要。但是善战者不言战，我们不能天天喊打。但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要亮出自己的这种拳头，亮剑。这个是必须的。作为一个大国，而且走在复兴路上的这样一个大国，国家要实现统一，这是一个复兴重要的指标。你国家还没有统一，你怎么能算说你是已经复兴了呢？所以这些的话，我想军事的使用，特别解决这种跟台湾之间这种这个分离的问题，我觉得军事是必然的要考虑的。不是说天天喊打，但是必要的时候我们必须亮剑。是我们军事力量每一次动，其实台湾方面他都很关注。你像我们军机绕台，后来曾经台湾的防务部门还说因为这个大陆啊军机老绕台，以后呢我们就不发这样的消息了。后来台湾的媒体和民间说不能这样，每一次来都要告诉我们，这怎么能不讲呢？所以后来台湾的防务部门说那我们还是讲吧。而且你看每一次哈，只要我们的军机一绕台，台湾的这个媒体啊一直都会有报道，而且不仅报道，台湾有很多政论节目，政论节目就会讨论说又来了，这个是表达什么样的信息啊。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军事行动，台湾方面都会有做很多的解读。对，是解读是回事，但是呢就是说对推动两岸关系的更加的密切，或者是推动两岸关系就这个统一的规划进行协商，其实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就是到现在为止，就在习近平主席讲这番话之前应该还没有就是冲着那个目标去的，对吧？就没有冲着比如说进行这个两岸
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那种推动的那个目标去的。那将来如果说抱着这个目标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我就冲着这个目标，就是我有一个心中有一个两岸统一的那种日程，但是呢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步数，就是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推动，然后再加上配合，当然包括这个军事手段绕台，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手段。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力量此消彼长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回顾一下这20年的这个发展来说，特别从90年代，就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话，我们看一下两岸这种互动，两岸这种关系的话，应该说从心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上世纪90年代冷战刚一结束，那台湾人的话还是非常骄傲，那么也瞧不起这个大陆，对吧？对于这个大陆的生活，大陆的军事力量，大陆的方方面面，他认为台湾还是要超越这个大陆的，但是我们只用了20年时间，你现在看的话，这个岛内的民众怎么样看大陆，他确实心理上有一种变化，那么从这个政治生态来说，实际上民进党为什么现在这么焦虑，那么蔡英文为什么那么强迫性的往前推他的这种这个去大陆化，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给他的留下时间不多了，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时间运作来说的话，如果我们放在一个长线来看的话，从这个历史来看，那么到了现在，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节点，所以习主席发表这个讲话呢，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节点上给那些执迷不悟者提供一个，就提醒他一下，那么对于这个咱们国内百姓，因为大家都关注这个问题，你平常这个聊天的话也经常会聊到这个问题，台湾问题是我们家里的事儿，我们干嘛不去解决它呀，是吧？老百姓现在都有这种呼声，所以也给老百姓一个明确清晰的这样一个回答，就是说都在日程上，都在日程上。而且这个，我觉得两岸这个军事实力的对比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故事呢，是2018年，过去呢台湾搞演习啊，演习到最后呢，总是会有这么一段所谓的新战喊话，就是说啊，对岸的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投降吧，什么这那的。2018年，台湾正式取消了这段喊话，为什么？因为每次演习啊，喊到这一段的时候，所有人都笑场，都觉得这事根本不可能，你在这演什么呢？谁包围谁呀？对，谁？所以后来到了2018年的时候，台湾防务部门正式宣布，说以后咱就别喊这一段了，因为每次喊大家都笑，说还是算了，这个演习还是严肃一点，别喊这一段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两岸军事实力此消彼长，台湾方面自己其实都放弃再喊这样一段话。但我注意到这个习主席在讲话里面提到，就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是没有，因为在40年前那个告台湾同胞书里面后面还有一句话，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嘛，但这次没有讲到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是不是认为说现在民进党执政指望不上，国民党执政也指望不上了，还是有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换个角度上想说，40年前当时呢，台湾还不是一个选举社会，到今天其实台湾已经成一个选举社会了，所以其实这些政治人物其实都是跟着民意走的，所以只要民众认同了统一的方向，其实这些政治人物自然就会靠过来，就是用这个民间来带动这个当局，那个指望得上吗？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现在看啊，现在这个蔡英文的表态，就是对习主席讲话的表态，是说2300万人都反对这个一国两制，他就等于说他可以绑架2300万人呢，但2300万人也都现在保持沉默，他也没有说哎你不能代表我，也没有这么讲，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复杂了，不知道怎么样。其实对蔡英文来讲的话，他口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儿。在9合1这个选举之后，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也在反思，他也在做这个，权力架构的调整。那他必须要考虑到民意的问题。那么他要不考虑民意的话，一意孤行继续往前走的话，那2020年根本就没戏。所以呢，他为了选举的需要，就刚才于强讲的，他必须考虑到民众，就选民在想什么。那么表面上看他必须要保持强势，你不是要打压我吗？我还是要嘴上要硬，是那个煮熟的鸭子嘴上要硬，但是呢真正心里边，我相信这次这个民进党惨败，应该说会对他这个政策调整，他至少会这个做一些微调，大的方向保证台独这一块他不会变，但大的方向
会不会放软身段，这个蔡英文是比较擅长的一点，就是说不像陈水扁，他就来一个就是比较招摇过市这种。那蔡英文的话可能这个伸出触角不行的话，他马上缩回来，但是再继续往前伸。所以他这种做法的话应该会对这个他这个实际行动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讲了蔡英文绑架这个2300万民众，他不单单是绑架的问题，而且呢也是在吓唬这个2300万民众。你看他讲了，你看这个大陆这个说了这个不放弃使用武力承诺，那么说就对着你们来的哈，不是那种对着我蔡英文一个人的，都对着这个老百姓来的。所以呢就希望他实际上希望呢通过这样一种威逼利诱吧，就是说把整个一个岛内的民众绑架在自己战车上。所以他在想办法，这个有点像特朗普现在搞这个民粹主义。特朗普本人他不是民粹，但是他知道这个民粹主义他有一种诉求，比方说这个政治定位，还有这个个人定位，就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那么在草根的话感觉哎呦，这个确实啊涉及到我的这个身份问题，涉及到我的定位问题，那我肯定要跟特朗普走。那特朗普也利用了，就老吓唬说这个你要跟中国斗啊，你不斗的话你饭碗就没了，你这个中国现在老把我们这个知识专利全拿走了，把我们的企业全搬到他们那边去了，你要失业的。你看他这个斗农大豆，他现在告诉大豆农说这个你不要怕，我给你补贴完了以后，你是为了我长远，为了美国再伟大美国第一长远的这个规划，你豆农现在也做出牺牲。哎，豆农一想是这么回事啊，实际上蔡英文现在干的也是这种事儿，告诉这2300万岛内民众，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不跟着我跟大陆对着干，我走这种这个去大陆化的这样一系列的这个道路，那你将来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可能沦为这个三等公民。所以现在蔡英文我觉得就是要挑拨跟大陆这种仇恨感，实际上他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我觉得蔡英文现在做的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要把岛内的民众，把岛内的民意绑架到自己战车上，通过这种这个不断的宣扬这个大陆的威胁，宣扬这个大陆政策去中国化这样一些做法，来实现自己这个绑架民意的目的。民党吓唬人还真挺会吓唬的。2008年那会儿选举的时候，谢长廷对阵马英九的时候，当时民进党谢长廷说什么？说这个只要马英九当选啊，就是男人找不着工作，女人找不着老公。然后用闽南话讲还是押韵的。后来马英九真当选了，马英九执政了8年，台湾男人有没有找不到工作？工作越来越多嘛。女人有没有找不到老公？没有嘛。然后现在你再回过头来问谢长廷说你当年说的那些话，谢长廷都不承认。所以民进党就是吓唬人这种事情上他特别会，但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根本都成立不了的。我觉得蔡英文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点是在于他知道他不能像陈水扁那样，他如果像陈水扁那样搞激进台独的话，陈水扁的下场他看得到，他一定不能走那条路。可是现在呢，他渐渐的就在往那条路上在偏，所以呢他一方面他想去这样做，因为他一些可能现实的政治利益，可是他这样做最终的结果会让蔡英文越来越像陈水扁。其实对他来说是更大的麻烦。两岸兄弟比较处的比较好的关系的话，那别人插不进来的。这个武装直升机阿帕奇啊，要回美国原厂去维修去。他们说你这不闹呢吗？今年刚成军，明年就要回原厂维修。但这次蔡英文的这个。立即拒绝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这个你说大陆方面会对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刚才滕老师也提到这个，对，就是会采取什么样行动呢？比如说这个针对民进党政府，或者在外交上，其他的还有什么？民进党当局，民进党当局不叫政府，就针对民进党当局或者针对他个人，就大陆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铁了心的要跟大陆抗衡，那么我觉得大陆包括决策者也是，对他的嘴脸认得非常清楚了，是吧？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公开点，他是一个破坏者，他是一个搅局者、捣乱者。那么，这种定位来说的话，对蔡英文来，那么他在
回心转意已经非常困难，他自己把自己路堵上了、刚才余强讲了，他往这个陈水扁这边偏、已经偏得很近了、那么这种缉毒会不会在未来某一点爆发，那爆发的话，一旦爆发的话，就等于他这个整个一个政治生涯全部断送，对吧？另外一个呢，他跟大陆这边呢的互动呢，又是紧紧的，就是不开门，那么就是说他现在这个路非常越走越窄，那么他自己是走越走越，民进党实际上也面临这个问题，不光是这个，一些这个他这个、这个领导层。那么实际上这个民进党就刚才讲，他现在这个出来投票选这个民进党党主席都不愿意出来了，因为这是一种这个整个大的氛围对民进党来说的话都不是很那个，但是民进党历来会善于利用这种造势街头政治制造点麻烦，那么一下子又把这个老百姓给吓到他这边来，这是可能的。但他现在就是因为美国是支持他的，对吧？美国眼中台湾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特别是在遏制中国这个战略方面，就是台湾这个还能够指望美国去帮助他，所以蔡英文之所以对大陆是这样的一个赤裸裸的了已经表现的，就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估计可能就是说反正没关系，美国在支持他，美国印太战略亚太战略都需要他等等。那所以有的这个台湾的有一些人，包括比如统派他们讲说这个两岸统一的那一天，其实就是到了中美关系啊，或者中美实力基本上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使得美国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意志来干预台湾问题了。到那个时候，估计这个统一的时候可能比较成熟。确实这样，因为从美国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应该说既爱又恨。那么我们看在陈水扁的时候，陈水扁跳那么高。那小布什就摁着他，你说不能捣乱，捣乱了以后亚太这个战略全完了。对，那么到了奥巴马期间呢，实际上正好跟这个马英九重合，对吧？那2009年之后重合了以后，实际上两岸的政治互动，包括我们看到马英九跟大陆的一些政策，衔接的还是蛮不错。尽管马英九有自己的想法，包括在这个岛内的一些这个想法，他有些东西他不想动。但是呢，他跟大陆这种这个经贸往来、政治互动啊，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包括在新加坡跟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应该说，奥巴马当时想着撬动台湾这个杠杆，撬不动，因为两岸就跟兄弟一样，两岸兄弟比较处的比较好的关系的话，那别人插不进来的。所以在奥巴马，你看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这个朝鲜半岛、东海、南海都搅得不亦乐乎。但是呢，你在这条线上你看一下的话，台湾相对个固定，就是相对这个冷静一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两岸兄弟一家人，只要携起手来握手的话，别人真的插不进来。但是你现在看2016年之后，特别特朗普上来之后，他是急牢牢的要抓这根稻草，要这个撬动这个台湾，那么再加上那个美国国内一些民意，那么对华的这种仇视的感，再加上特朗普提出要进行大国战略竞争，他竞争他要有手段呢，那手段在哪里呢？杠杆啊，就是台湾其中之一了。对，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蔡英文呢又显得躲躲闪闪，包括他这个第一次出访，他没有在这个美国降落，美国顺访，那么是绕着美国走的。他知道特朗普要是真的，这个蔡英文到了美国，肯定要宰这个蔡英文狠狠宰一刀，那么他绕着走。所以呢，就是说目前来说的话，美国对于这个台湾这种这个干预呢，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后呢，力度在加大。美国国会提出了好多立法，包括我们看到。在2018年最后一天，这个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这个亚太再保障这个倡议法案，法案当中有两段涉及到中国，25页的一个法案，两段涉及中国。那么中国就认为中国制度啊、中国经济啊、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啊，攻击这些。那么在台湾的话讲了三点，第一个呢是法律问题，就是说。跟台湾发展关系有法律依据，与台湾关系法。第二呢，要提高向台湾卖武器这个档次。第
第三个呢，要提高这个官方的人员来往。所以在他这个法案当中专门列了一个台湾问题，就是美国现在绝对想撬动这个台湾这个点，给他引爆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麻烦。对，所以习主席在讲话里面提到这个，就是说这个两岸统一就不会损害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啊，他们在台湾的利益会得到保证或者是保障，应该有这句话类似的。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美国和台湾的互动啊，2018年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嗯，这个变化在哪呢？2018年2月，当时美国非常有名的台湾问题专家任雪莉呢 ，Shelly Rieger， 他就讲，他说呢，美国其实对台湾的政策叫做戏弄台湾。嗯，后来那句话其实在台湾内部发酵很大，因为很多台湾人说这个戏弄这个词出来之后，他说你在想过去所有之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互动，他说全部能够串起来，而且2018年后来出了好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2018年的时候，台湾从美国买的这个阿帕奇的这个武装直升机终于成军了。成军了之后呢，结果2019年台湾防务部门就编了一个预算，然后大概要花9亿多新台币，说这个武装直升机阿帕奇啊要回美国原厂去维修去。台湾说你这不闹呢吗？今年刚成军。明年就要回原厂维修，这么快就过保修期，而且9亿多，相当于我再买一台新的。说美国人怎么这么对我呀？所以其实台湾民众对美国的那个心态真的出现了很多的变化。是，所以这一次2018年年底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也非常有趣。一般来说，美国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它是不拉偏架的，它是两边都下注。但是2018年的这个九合一选举，美国明显的其实在挺民进党，结果后来结果是民进党落选。这也说明说，因为你过去不知道美国到底几两劲儿啊，他两边都下注，你不知道他几两劲儿。现在很好，第一次他开始去拉民进党，结果最后民进党惨败。所以我想，其实也说明说，台湾的民间其实对美国的态度啊，逐渐的其实在有很大的变化。他说他要让台湾的经济摆脱对大陆的依赖。可是，在蔡英文执政期间，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是更深了。吃着我碗里的这个肉。但是到过头来你又搞台独，这是不可以的，肯定是这样，这样将来的我觉得大陆政策更加清晰的。我看台湾的媒体和包括一般老百姓都认为说，这个特别是中美贸易纠纷出现之后啊，就是特朗普一直是把台湾作为一个杠杆，作为一张牌来打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多的台湾人都认为，都看已经很清楚了，就是美国就是把台湾作为一个棋子来使，别认为说美国来保护你，那为了台湾的利益，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更多的人在这方面是确实是比较清醒了。但是去看现在的局势，两位能不能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看的不是说能够看得很远，但至少比如说今年、明年、2019年，你说这两岸关系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进展，包括比如说大陆这边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台湾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回应，然后还有比如涉及到比如说这个上海和高雄之间城市交流，是一直在进行当中，也没有断，就今年还有吗？台北跟台北之间，那高雄还有其他的一些县市，就比如说像国民党这个在执政的那些县市，跟大陆方面的交流是不是会更多一点？然后比如说两岸可能还有很多交流的空间，但只不过要发挥想象力，要发挥想象力才增加这个各方面的交流和相互的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比如谈那个一国两制可能就更加的比较简单一点或者容易一点的。你们做一个预测看看今年今明两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很好的进展。我觉得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不过是民进党包括蔡英文现在还在这个用一个成语说螳臂挡车，实际上它这个是不自量力的一种表现。你比方说，经贸往来，我们看到2018年，尽管面临的，两岸这种政治层面的关系不太好，实际上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那么，大陆对于台湾经济发展，对于台湾的社会民生改善的话，这是不可或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不可能替代的，所以这个还在强化，就经贸往来、经贸联系。那么这个民间层面的这种交往，包括地方层面的，你刚才讲了从台北、上海，那么福州、厦门，这些互动非常非常频繁。这个学者交流，
这个大量的学者相互这个访问，尽管受到了一定限制，特别是大陆的学者到台湾的话，可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如果说有官方背景的话不太好好过去，但是呢这都拦不住的，你在台湾见不了的话，我们可以到香港回到新加坡进行这种这个学术交流，所以各个层面的这种这个互动，并没有因为蔡英文的这种这个阻拦，他的一些这个阻挡政策而这个受阻，经贸往来，人文的往来。但是现在有一点就是说，蔡英文确实他现在推行的一些政策对于两岸关系确实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我们去年六月份到这个台北看了一下，那么这个酒店里面基本见不着大陆过去的游客，那么比方说这个台北深坑那个地区，那原来是一个旅游小吃一条街，豆腐嘛，那么没有大陆来，那么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就已冷冷清清了。几年前去还不是这样，几年前去都是这个热闹闹闹的。另外还有感觉，就从这个台北飞回来，飞到北京机场在提行李的时候，那么几年前实际上。这个大包小包都大纸箱的，像那个凤梨酥啊，凤梨酥啊，像这个什么肉松啊，这些东西，高粱酒啊，实际上是打的大包小包的。那么这个确实就是这个访客对于这个台湾的经济民生改善确实带来很大的，现在看不着。所以我们在那待了五天的话，看不着一个大陆代表团，倒是有几个韩国的零零星星的韩国的组团在那个地方活动，那没几个人呢。所以这个韩国瑜他讲的到高雄去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方面，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中国也会调整自己政策，不是说我这个让你吃着我碗里的这个肉。但是到过头来你又搞台独，这是不可以的，肯定是这样，这样将来的我觉得大陆政策更加清晰的会表现出来，只要你承认一中原则，承认九二共识，那咱们就可以多谈，就像实际上这个习主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跟谁都可以谈，只要你承认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不管你做什么的，不管你什么党派，不管你什么阶层，只要你愿意的话，肯定是要进行这种交流的，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现在我觉得应该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坎儿上，那么现在爬过这个坎儿以后，可能两岸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一次巨大的这个变化。你还挺乐观的。我是比较乐观。乐观。那于江呢？我跟滕老师一样，我其实也蛮乐观的，因为2018年其实啊，这个除了经贸2000亿，我觉得这个经贸这个数据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蔡英文其实从选举到执政，他一直在讲一句话，他说他要让台湾的经济摆脱对大陆的依赖。可是，在蔡英文执政期间，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是更深了。台湾对大陆的贸易占到台湾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是更大了，说明这个趋势他拦不住。另外呢，2018年的时候，台湾的民众来大陆是突破了600万人次，这600万人次当中有40万是第一次来大陆的，所以其实这说明说，其实这个蔡英文想拦，其实也拦不住。另外呢，就是这个台湾的大学，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件青年之间的交流，青年之间的交流特别的密切。因为习主席在讲话里面提到这个，就是希望台湾的青年人到中国大陆来追梦、筑梦、圆梦，对吧？那就可能估计可能有一系列的一些措施。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2018年的时候哈，台湾的大学除了我们在媒体上能够看到说很多的台湾大学生为了申请大陆的读本科啊，他会大排长龙，媒体上有那张照片。除了那个之外呢，现在台湾的这个大学里面申请来大陆交换一个学期的那个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现在很多台湾的大学，就是因为他有些老师负责这个筛选，他要评比嘛，那个评比的老师讲说，你现在会发现说最优秀的孩子啊，可能5年前他首先会选择到美国的大学去，他说现在你会发现这些最优秀的孩子选择来大陆的大学来交换一个学期，他说他一定要来了解一下大陆是什么样。所以我想其实这个就是两岸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一个鲜明的写照。这个融合程度往下走的话，其实对于所有的政治人物其实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转弯，转得越早的对他来说政治生命能够延续的越久。所以我想一个政治人物转弯之后，那个势一旦起来之后，速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快。